的现在不到30倍左右。罗高一二十张，27节，有许多个人，就是讲人无过我的，几难的来求问耶稣讲，先生啊，摩西有记载指示来讲，若有人伊的兄弟死也无无生囝，伊的小弟就娶伊的某，生囝来续接伊的兄哥，安尼有兄弟七人。大的娶某无囝就死，第二、第三娶伊，七个拢安尼，无留囝就死。后来有人来死，安尼一个我的是这个有人，要伫因中间做倒一个人某，因为这七个人拢有娶伊做某。那所甲伊讲，这世间的人皆有娶，那是算作会堪得得到迄个世界。对世人中各话就无计无错，因为也未过死，是亲像天使一样，已经做各话啦，就做上帝的囝。论世人各话，摩西伫赐给一篇指明，前后著作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色列上帝、雅各上帝，伊毋是世人的上帝，是外人的上帝，因为见人就比。各话 ，the resurrection， 各话不是犹太人传统的信仰。咱的古约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圣经。除了但以理书一本册，小小寡有提起以外，规本古约圣经拢无讲到各话。所以各话的信仰对什么所在开始？各话的信仰伫主前第二世纪。迄个历史上叫做马加比时代，伫迄个时代产生。但古毋是只有对一挂人来产生，因有综合，无伫咱的圣经以外犹太人的经典，一挂理念综合起来理念，一个才发展出今仔日咱伫新约圣经所看到各挂的一种信仰。在亚述的时代嘛，是每一个犹太人拢接受各挂的信仰。有接受各挂信仰的团体，主要是法利赛人，啊，甲有一群叫做 Essenes， 因就是后来走去秘伫即个沙漠的所在，今仔日咱咧讲西海的圣经的草本，就是即群的人所保存，即个人叫做 Essenes。法利赛人甲一群的信徒，因有接受各挂信仰。撒都该人，咱今仔日圣经所讲，因是圣殿的祭司，算起来是当权者。所以当权者的信仰形态甲政治主张一般拢会较保守。所以这撒都该人，因只有接受，只有接受 written Torah， 就是讲，因只有啥物物才是因的圣经。就是讲有编文记载的写落来册，迄种才是圣经，叫做 written Torah， 已经有写作的部分才是圣经。因无接受迄阵法利赛人接受的叫做 oral Torah。oral Torah 是啥？就是讲圣经，按古有口传的部分，无写伫这个圣经内底。有的是圣经已经有写圣经的解说，还是讲。一代超过一代，古无保留伫圣经内，迄叫做 oral Torah， 是口传的部分。因无接受的，法利赛人有。啊，所以即个法利赛人讲，因讲吼，即 oral Torah 内底提起着即个讲话。不过撒都该人讲，伫先文吼写作出来迄个白纸黑字的，即个部分内底拢总无提起着讲话，所以因无爱相信。今仔日咱所看的《路加福音》20章，记载一场耶稣甲撒都该人有关各话的辩论。你着知影，撒都该人无接受各话，耶稣有接受各话。其中牵涉的辩论，牵涉的一条无用的法律，这个法律叫做 leverage marriage rule， 记载伫《申命》25章第5节到第10节。这条法律
基本上吼、哦，你听起来可能哦感觉真奇怪。基本上是，就是讲吼，若兄弟诶中间有人死亡无囝，即、這个死者诶未婚诶兄弟，就爱娶即个寡妇来做某，为着死去诶兄哥还是小弟来传宗接代。即、這个法律本来是一种古早诶时代吼。为着要保证这个家庭哦，袂讲哦，你一房我一房啊，其中一房来怎啊消失，因做完了有这个代志，所以无留囡仔，伊就爱哦，共款这个人为着伊来生看一个囡仔，为着要保证家庭世代的传承哦，会当延续所设定的法律。不过伫遮，撒都该人引用这条法律。改做无限度的应用，无限上纲，改无限度来，吼、哦、来应用，假设一种情形，伊讲一个有钱人，伊照这个 leverage marriage rule， 小连续嫁予一个家庭七个兄弟，因为六个当中死安无囝，六摆死安无囝，就是讲七个内底六个拢死去，啊拢无囡仔。即若伫台湾迄种社会吼，就是讲吼，即、這个这是黑寡妇嘛，这克夫克到这种程度，连续安尼克死吼六个丈夫，无人可能无人敢嫁，啊无人敢娶。啊，毋过撒都该人将这条法律做这种无限度的应用，讲到七哦，七就是讲无限度的意思。起来问耶稣讲：“你讲有过我吗？啊，若过我的时哦，这个有钱人要安怎？过我的时哦，六个捌做过小连续哦，先后做过伊的丈夫的，啊，咧对一个才是算伊的丈夫啊。哦，七个人内底，啥物人算伊的丈夫？撒都该人的用意是要将这个 leverage 哦，诶 ，marriage rule 做无限度的应用。”这就出在实际生活无可能产生啦，实际生活无可能哦，造成这种结果，诶极端的状况，要让耶稣无法度人有个我的信用来背。所以到底耶稣安怎回答这个问题？耶稣指出一个事实来，伊会回答，伊讲个我是一种全新的境界，个我的生命不是今仔日所看到的生命现象，所以个我。哦，诶，人嘛是你现在所了解的，伊讲伊是一种纯小天才小象啦，无男女的差别，所以就无嫁无娶。换句话讲，伊讲即个娶过，哦，即个共一个有钱人，共一个寡妇，即个七个兄弟吼，伫过我以后，无人是即个寡妇的先生。伊讲伫迄个所在。天生的身躯，你可能唔知影你是查甫还是查甫，这是圣经所交代，耶稣的回答。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是 irrelevant， 等于讲，哦，无法度得到一个回答。耶稣甚至对这个无，哦，只有相信 written Torah 的这个法利赛人，哦，应用这个，哦，你只有相信写出来的。安尼，我著引用一个句话，耶稣引用即个出来记文第三章第六节，伊讲：“恁敢搁会记着？上帝安怎对摩西自我介绍？摩西讲：上帝，你要找我去，哦，带伊说百姓出来去，你上无至少我知你是谁。上帝自我介绍讲：我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色列上帝，雅各上帝。耶稣讲：即个故事你绝对知，因为伫你的圣经内。”你有相信接受的圣经内底，伊讲耶，伊讲上帝咧讲这三个人的事，介绍这三个人的事，那亲像这三个人拢要活，因为是现在事，那像这三个人拢要未死，所以直接结论，伊讲上帝是死人的上帝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这条个我的辩论其实。咱的三本哦，福音书了，马可、马太、路加，拢总有记载，内容拢大同小异。不过伫路加福音内底加一句话，
一句话就是今仔日我讲的重点。所有圣经最后的结论拢总是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只有路加福音的这句话后边佫加一句，讲对伊来讲，对上帝来讲，讲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对伊对上帝来讲，应当是活。正人拢总是活，所有的人不管是现在是过去是将来啦，对上帝来讲，拢总是现在活活的人，意思是安尼。即句话是无加着其他好因素，其他好因素拢讲上帝是死人，上帝活人。只有罗加加一句话，讲对上帝来看，所有的人伫伊的目睭中，拢总是现在要活的，不管是当时。我感觉这句话罗加加听的话非常的水，因为罗加相信，是上帝永远哦 ，eternal， 永远的眼光，无死人跟活人的差别。每一个人拢总是活人，是上帝永远的眼光内底，无过去甲现在，还是将来的差别。每一个存在拢总是现在。我感觉这句话对今仔日对我的意义是，那所有拢总是伫上帝眼光，拢总是现在，拢总是活人。安尼，咱要活的是，无做一个活死人。世间有一种人叫做活死人，会喘气，有，并无显示任何的上帝的形象，那亲像死人。既然上帝所看的拢总是活人，咱就做一个活人，无活的是做一个死人。1939年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Max Carr， 伊捌讲一个上出名的活死人的故事，甲咱加州有关。这个活死人，伊的名叫做 Sarah， 19世纪的末期，1800年左右。伊是全美国上好命之一，因为伊对伊过身的先生继承2000万美金的遗产，19世纪哦，2000万美金的遗产，加上50%伊的先生的公司的所有的股票，佮加上 cash income 现金直接1000块。一日1000块，迄个时呢，十九世纪呢，2000万美元，50%公司的所有权，已经一日1000块的 cash。伫十九世纪，这是差无多人想象的一个数字，所以你会当知影讲吼，大家人拢要找伊，伊非常的出名，非常的有观念，因为伊真有钱。所有学校拢要叫伊加入奖学金，所有的政治家拢想要爱伊的支持，所有的慈善机构拢做爱伊的服务。一个问题就是，遮尼好命，遮尼有影响力，遮尼有钱的人，伊的日子非常的悲情 ，miserable， 差不多无人比伊更加 miserable， 因为伊唯一只有生一个查某囝。出事五礼拜久出事了就过身了。在一年的中间，1881年，一年的中间，伊小连续，伊家己的妈妈过身，伊的丈人过身，最后伊家己的丈夫过身，所以继承遐尼侪。一年的中间，1881年，伊的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三人拢过身。只有留什么话给伊，钱无唔对，不过有真济 memories， 真济 misery， 真济悲情，真济 guilty feelings。到底是因为伊的关系吗？这些人拢总离开。我想这个最后的 guilty feeling， 一种罪感，让伊无法度通搁再继续住伊本来住伫 Connecticut， New Haven Connecticut， 伊怎？跳去火车顶买一张车票，迄阵的 Transcontinental
railroad 拄啊好开通无偌久，迄阵诶美国吼横贯美洲大陆诶铁路拄啊开通无偌久，伊怎啊对上东边 Connecticut 跳起火车，一路就一直坐，讲要坐到一条铁路上倒上西边，最后一站是对。伊讲伊要离开伊诶迄个 memory， 离开伊诶迄个悲伤诶过去，拄远拄远。迄条铁路安尼一走一走吼，最后一站，伊那是诶三号线。三号线开了半年，伊就是坐到一站了。伊事实上已经离开伊的边境，问题就是伊跳入去啥？伊 escape 伊的过去，不过伊 escape into a prison of his overall making。伊跳入去另外一个监牢内底，啥物种的监牢？伊家己制造的监牢。第三号线开了半年，伊买一个 ranch。买一个农场，非常的阔，请十六个卡顿，十六个木工，二十四点钟，一礼拜七日，家做工起厝，拢总起偌久？起二十二栋。哦，到底啥物种厝会当起二十二栋？是咧起啥物种豪宅嘛？起啥物种城堡嘛 ？Castle 嘛，拢不是。起一间上奇怪的厝。伊即间厝内底吼，伊家己感觉，伊讲每一个窗仔拢总爱有十三片玻璃，每一个壁拢爱有十三个 panel， 每一个纱橱拢爱十三支柱，每一个吊灯 chandelier 吼，拢再有十三把的灯火。即个吼做人吼，啊，伫规个 complex 上踅来踅去，每个所在拢总也无出路。哎，楼梯有当时啊，爬到一个所在吼，拢是拍开，哦，跳的是无手无手，哦，是地土脚。这种足奇怪的一间厝，拢是 trap doors， 拢是 secret passageways， 拢是 tunnels。起一间这种的厝二十二栋，到伊过身一九二二年过身的时，这间厝还袂起好。不过一间厝已经起到外挂了，已经六个亿。这间厝有六个 kitchen， 十三个 bathroom， 有四十个楼梯，有四十七个 fireplaces， 有五十二个天窗，有四百六十七个门，有一万个 windows， 一百六十间房间，还佫包括一个 bell tower， 一个钟楼。是安怎伊来起一个这种厝？是因为伊有钱吗？这毋是真正的答案。伊个朋友甲咱讲，伊就爱起一间厝，即种个厝，因为有足济 visitor， 有足济人要来找伊，啥物种人来找伊，拢是半暝啊来找伊。伊讲半暝啊十二点个时，伊暗时拢袂当睏。十二点，伊就有一个 servant 去即个钟楼讲钟，啊，所以伊就走去一间完全拢蓝色个房间，伫遐有所有个鬼魂来找伊。非常的多，就甲伊搅扰搅扰到半暝啊两点，啊，煞来去讲经，才鬼魂才会走转去这个坟墓的所在，啊，伊才会当转去。逐暝拢总是安尼，所以伊也无法度安睏，啊，就爱创遮侪房间，因为伊讲足侪人要来找。这鬼魂拢是啥物人？叫传说，这拢是 Indians， 啊，是讲军人啊，是讲 cowboys， 遐牛仔。哦，啥物种物件下士的牛仔呢？哦，一种枪下士的，叫做 Winchester Rifle。Winchester Rifle， 你若看今仔日历史上记载，讲这个 rifle 是 the rifle that won the West。西部片的所有的 rifle 就是同款一种枪，叫做 Winchester Rifle。这个 Sarah 就是 Sarah Winchester， 伊的先生，伊是是伊的。伊个迄个大官，吼，伊个先生个爸爸，就是 Winchester 即个公司个第一任个头家。所以伊才遮尼有钱，因为伊就是咧做即个 Winchester Rifle。死遮尼济人，毋过遮个人个血换来伊一年几啊百万个薪金。问题就是，伊二十二单股。拢受到伊感觉讲，因做个因买个枪，害死遮尔济人，
遐个人所留个话，遐个人个鬼魂，都即摆拢总走转来要找伊，无论闪走到啥物所在，拢无法度人得闪。二十二当铺起一个，今仔日叫做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， 第三号室，你会当去看。你若去看，一间厝奇奇怪怪，啊，足大间。伊伫遐在创啥？二十二当铺，伊伫遐在学习要安怎应付家己过去的伤痛，应付家己过去的罪恶感，要安怎 cope with her guilt。因为遐个姊妹，这是一个活死人的故事。伊是活的人，是足好个人，足出名的人。问题就是，伊过一个那种死人的生活。我毋知影你感觉亲像即种杀人即种，啊是？有阵仔中间有人伊的生活嘛是那是杀人。唯一差别就是你无遐有钱。你无一间遐大间个厝，不过你有同款类似迄种个 guilty feeling， 你有同款个 misery， 你有同款个 memory 伫后壁，伫甲你搅扰，伫互你无法度通做一个真正活活个。我伫遮要安尼讲，耶稣是安怎应付即个法利即个撒都该人个答？耶稣讲。对上帝来讲，较要紧是你做一个活活，毋是做一个活死人。因为所有人伫上帝目睭中拢总是，所以上重要个问题，毋是想哦，啥物七个兄弟带一个某到底哦，佮我个是啥物人是伊个丈夫，这毋是人生问题答案，嘛毋是起一间奇怪个厝。放伫这间厝内底来做一个活死人，佫较重要的是，你我爱做啥物是今仔日咱要活活要来穿过，会当做个代志。你爱知影，我捌讲过，到你天堂的时，你无啥物代志通做。我有当时啊拢想，十九世纪足出名的讲道家，Charles Spurgeon， 伊讲吼，天堂是一种什么所在？伊讲天堂是一种幸福甲足无聊的所在，幸福甲足无聊的所在，因为先拢无啥物事通做，你也袂当煮饭，你也袂当迄个，你也袂当，甚至也袂当传福音嘛，无需要传福音嘛。哦，你也袂当做善事啦，你也袂当做善，你也袂当做，啥物事拢袂当做，无，毋是袂当做啦，无通做啦。伫天堂迄种所在，伊讲哪幸福，哪快乐，哪迄个。伊讲得一点啊 boringly blessed， 系咪？幸福甲骄骄无聊。咱只有会当做，会当做有意义嘅代志，就是现在嘅生活。你反正你若讲到天堂去，你无遮个通做。你今仔日会当做嘅代志，今仔日来做，把握你一生有限嘅生命，你来做。这就是耶稣回答伊，即个撒都该人回答，你毋免烦恼遐啦，毋免在遐想讲无啊，即还到底伫伫即个咱七个拢带一个，一个啊到时要安怎？耶稣讲迄无重要，做一个现在活活的人较重要。我想咱拢比撒都该人搁较聪明，敢毋是？做一个活活的人，做一个有意义的代志，啥干嘛？主啊，搁再一摆，将阮家己奉献伫你个面前，做一个活活。有时阮会想真济奇奇怪怪个问题，想真济奇奇怪怪个答案。问上帝，问耶稣，问牧师，毋过遮个问题其实，真正若找有答案，对咱阮个生活嘛无真大意义。耶稣讲了真清楚，真正对上帝有意义，是怎样伫这个世间做一个活活的生命。这活活的生命，要利益众人，要让所有人看见，伫我的心中，现在就有个我的生命。求主你帮助我，有比撒都该人更加聪明的智慧。
收受阮每一个人在做诶网络监管，拢真正是做一个活活诶，是做一个活诶事。我们要说几多？